然后这款在进行封测的《怪兽物语》，接下来采用的是可爱的剪影系列，挑战关卡。好，战斗就这个样子啊，看着让他们打就行了。下一关有两位了啊，可以开自动跟加速了，太好了。有了加速就快很多了，没有加速的话节奏有点慢。继续挑战，要一位火弹，空中的，不关呢，图腾之力。可以派几次啊？现在可以派到四只。不止四只啊，最高可以派五位，只是相同角色是不能派上阵的。看一下其他地方，七日签到的活动，福利有在线奖励啊，哇，金尊卡，开服赠礼。吃鸡大赛，这边是什么 啊继续推关了，这是一般可爱风格的推关游戏而已啦。堵车开了，升级组成，然后嘞就没有然后了。哦，这边有手足送刀锋战士哎，目前这样来看啊，就稍显普通了一些啦。挺一般的推关游戏的。然后他竟然会微微烧手机耶，我万万没想到。这优化不太好。孵化器
哦，多一个新伙伴呢。啊，五位全上了。这游戏不知道会不会删档啦，所以我是觉得想玩的话就轻松随意玩玩就行了，不要删档了。而且这款好像也没有什么达到氪金的要件。抽到不得了的人物吗？好像没有啊，这个没有。不过紫色，这个我有40抽哎。哦，这是抽比较低阶的，哎，还是有角色啊，就感觉二星角色比较多，哭啊！我现在有很多位嘞。看我角色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啊，也两是空中的啦，啊，不然我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